大家平安，平安。礼拜时间已经到，大家提翻身啊，请视频都走啦。出声来强化咱的信念，咱的信念，人啊，伊捌支持你，什么时候要花爱你什么，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听甲你的上帝三甲名，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敬拜到了，来大家，咱同齐啊，出声来吟。大家平安，平安。行公义，好人民，心存谦卑的心，甲咱的上帝三甲行。这是咱真欢喜，伫个咱的公义教会，伫个咱真水的所在，咱要同个遮来敬拜咱的主上帝。同时，咱也要用咱的信念来做咱的使命，予咱的公益教会，伫个这个社会，予咱搁较侪、搁较侪的使命，伫个咱的身躯，这是咱来吟公益的教会。邀请每一个人拢开嘴来吟，来吟，来耶，来！行公益好人民，存谦卑的心，甲咱的上帝同行。是永远都向家乡前行，求神神的带甲阮同行。家主祂无，亲切的声，你到哪无？
声，遇到艰难的时阵，我听勇敢的在行，我听到伊上风头前在看着风雨的社会，地上乌云传遍世界各所在。听讲你好人民尊敬你的心，甲咱的上帝同行。前进咱大家往南行，踏出脚步一日一日行，日打落雨什么都不听，万里保佑保佑主的听，有上帝前行把咱做伙行，万变着主领阮头前无讲你真的地声，遇到艰难的时阵，我也勇敢的一领，我看到你笑容头前的看到公义的社会，我将我愿看遍世界各所在。这时我要邀请每一个人吼，来互相请安，咱会当讲咱周围的吼，来互相问安，真欢喜，咱来到这个公义教会。来遮做聚会，大家三个见面，请咱每十几个人互相请安讲，平安公益对你，平安公益对你，来，平安。对，大家会跟上，对。慢一点。天父，我的上帝，愿这时兄弟姊妹来到你的面前，你来用感恩的心来给你向前感谢。主啊，你疼痛这个土地，不管是有相信你、无相信你的每一个人，拢是你所创造的。愿存着感谢的心，愿恰当的要用这首诗歌来向你讲，主啊，多谢你。你将你的圣神降落伫这个所在，也嘛要用你的疼疼阮每一个啊，伫你的面头前敬拜你的上的子女。主呀，愿知愿知，伫久久以前，你拣选阮这个土地，就是爱阮来认捌这个所在，嘛真捌知影讲用感恩的心来伫遮徛起。
尤其伫这个时阵，啊，咱的隔壁厝边有甲咱有一关，互咱有感觉有压迫的心，咱无地透的时阵，我嘛是用感谢的心来向你祈求。主耶稣，感谢你，我即句要用诚心来唱出这条感谢的心来。记住来陪阿爸上街，非常感谢你。就是这个时阵，你想十万在
为这个天气，还这个奉派这个场所一比办，还来遮来做做这个礼拜，还大家拢抱着虔诚的信念来到你面头前。我自家要甲你感谢的，就是你，你一个月开始，你呈现一个真好的牧者，呈现一个牧师，来到阮的这个团队内底，要带领阮所有的同工，为了宣扬你的这个理念，为了不容易的这个、信息，咁要来做同工。阮知，阮这个公益行动教会，实在是真无好担当的一个教会工课。唔啦，干啦，做礼拜，诚是阮的个公益行动，所以无几个牧师。我到为了担量，加来咁斗阵，感谢你切肯，遮好个牧者，今日现做来咁斗阵同心，你咁来宣扬，要主的这个理念，伫这个世界各所在。我即卖要来恳求，我即卖要一寡啊兄弟姊妹啊，可能路上要未来啊，希望你会当看顾保守，啊，七八年看下脚步，紧紧大概是现在这个场所，搬来当这一礼拜。我的祈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即摆我来读《大圣经》，记载着《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啊，我来读，啊，恁来对来看。二十节，安尼讲，我唔啦，为着遮个人求，也为着对对个人来信我个人求，即互拢做一个。亲像爸，恁点伫我，我点伫你，福音也安尼点伫咱，就予世间信你切我。十二，你所予我的阳光，我已经予因，予因做一个亲像咱来做一个。十三，我点伫因，恁点伫我，福音也完全来做一个，予世间在你切我。也知你疼因，亲像疼我一样。以上，接下来西瓜班来分析。最好朋友就是耶稣。
这几条，几条，感谢咱，是我们哦，现在这些最好朋友就是耶稣。作者，咱今仔日信息分享，合一来宣告，请张牧师。咱当今来祈祷，行公义、护人民、存谦卑的心，甲阮的上帝、阮的天父，阮照你予阮的信念，阮聚集伫这个所在，就是要实践你所予阮的话语。阮的使命就是要用行动勇敢向前，由三位一体圣神上帝引导阮同行。大都加坡进入这个城，这个国家，一拍一落，阮什么都唔惊。阮要包容主的疼，有上帝圣情，甲阮做伙行。阮要带着主名向前来，甲公义，和公义进入这个城市，这个国家。虽然拄着艰难困苦的时阵，阮也勇敢一直行，阮要带着愿望往头前，要看到公义的社会，要将福音传遍阮的城市，阮的国家的各所在。来恳求全能的上帝，你的圣神就伫这个所在来运行，予阮的人亲像基甸三百勇士面对十座山的对敌。会当伫迄个所在较赢到有村，毋是我靠阮，乃是我靠迄个阮所敬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阮才会当伫这个中间来将上帝你的信念，就是行公义、护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上帝担当行，也毋敢阮本身甲上帝担当行，无阮的城市，无阮的国家。也用公义、存谦卑、好人民的心，甲上帝搭同行，就做你随便阮来完成这个使命。感谢你，竞选罗伯来到公义行动教会，开始这个牧养的生涯。若有主你的同在，阮什么拢唔惊。若有阮每一个同工，一个这个所在做伙行，阮的确要较赢。所以恳求你的拯救。在阮的中间来扶持、来灌顾，予阮会当大大小小同心一致、合一来宣告，予你的名、你的圣旗插满每一个城市的角落，插满阮全国家的各个所在，予阮通将荣光归于你。愿安尼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啊，真欢喜！今日正式啊，正做咱教会传音的牧师啊，伫这个所在来啊，甲咱分享这个信息啊，真特别。昨暝啊，真暗的时阵，啊，我囡仔忽然间传一个相片给我，啊，相片我咧看咧到底讲，哎，我哪伫什么所在有？我什么时阵哪有伫这个所在咧演讲，还是咧讲话安尼啦吼？后来我才知影讲。那是金钟奖最佳男主角啦，龙少华。啊，讲真哦，这龙少华哦，伊翕相给我，我交阮囝拢知影。因为哦，真侪人会半路问咧，会甲问讲，啊，你敢是龙少华？我讲无啦，我唔是啦，我牧师啦。哦，啊，一边佫较趣味哦，一群少年啊，三四个，啊，我交阮囝吼，伫台北，两个吼，两个囝。啊！伫个餐厅内面咧食饭，啊！伫外口咧比卡维手啦，啊！伫遐笑眯眯安尼啊，啊！其中就一个少年咧入来，讲：“请问你敢是龙少华安尼啊？”我讲：“无啦，我唔是啦。啊”拜托你会当出来跟阮去食下香无安尼啦？哦，哎呀，这就是一个感觉讲是一个笑亏啦吼，啊，趣味的所在啊。我这个造型吼，我真注重，唔是讲我真注重啦吼，阮囝读设计。哦，阮囝读设计吼，啊，所以吼、哦，伊就设计我这个老爸吼、哦，啊，谈伊安尼，
要甲伊病怪起来，我感觉阮囝食烟斗伊，然后伊生做较像因老爸啊，哦，哎，所以啦，打拼甲折大呢，吼，啊，所以有一段吼，用较真好势，啊，所以吼，对，来打拼运动哦，唔通呢，互咱饲甲肥起来呢，啊，今日今日咱伫这个所在咧讲起，啊，这个合并来转教，啊，这个合并来转教，咱有看见。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所在，所予咱的经文，啊，十七章所予咱的经文，伫这个所在甲咱讲起，啊，这是耶稣带学生的一个祈祷。咱望了转讲，耶稣带学生的祈祷，敢若只有阮弟兄们的悲愿，你的名声啦，听。耶稣带学生的祈祷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十到二十六节，全部拢总伫，迄就是要进入，迄、那个最后晚餐准备要进入。这个克德玛尼园准备要到伫这个要地，要到伫这个审判场，要防守了的进程，伫迄个所在甲学生做个祈祷。所以伊伫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的所在，其中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拢有出现，恁着同心合意，恁着同心合意，恁着完完全全同心合意。伫这个所在总共出现四界。三十内面出现四界的同心合意，对前来兄弟姊妹，这一方面是讲起耶稣对同心合意的这个注重，另外一方面嘛咧讲起这学生有同心合意无，就是无，唔只系三交大四反复啦，吼、哦，耶稣这边方定一笔价啊，吼、哦，所以要离开这学生，就是这学生哦，若无同心合意啦，啊无同心合意哦。你若看过去咧，吼、哦，就有人约翰刚刚讲哦，啊，带因母啊来吼，啊，是甲耶稣讲，讲主啊，你来讲来啉到迄阵嘛，互因囝一个坐正边，一个坐倒边，哦，其他个学生气噗噗，啊，恁两个囝拢坐正边倒边，啊，阮只要坐对，哦，阮只要去坐咧迄个护定个宾馆，哦，所以哦，这个学生因并无讲看啊，有非常当今合一个所在。有时会伫迄个所在嘛有无同款的情节，所以耶稣伫迄个中间安尼甲这学生交代，拢是咧甲这学生交代一阵，伊第十七章二十节讲，我唔干呐为着这个人祈求，也为着遐个因为因的话来信我的人来祈求。我唔干呐为着遐个听我的话的人来祈求，也因为遐个听因的话的人来祈求。这个意思是啥物？这个意思是讲，我唔敢是为着即目前即十二个学生听我的话来祈求，也为着将来都有听即十二个学生的话来亲近我的人来祈求。安尼，耶稣是为啥物人祈祷？耶稣唔敢是为着迄十二个学生祈祷，耶稣也为着迄十二个学生往普天的去传福音。世世代代的基督徒，你甲我，直到两千年前，诶，你甲我，坐伫这个所在，也伫这个所在，也都咧替咱祈祷。祈祷啥物？咱着完全合一，咱着完全合一，咱着完完全全合一，连贯讲世界。所以毋是耶稣的时代是安尼，耶稣嘛看到两千年后，甚至搁再两千年的两千年后，也搁有同款的这款的问题，有啥物款的？啊，一半摆啊，无同款的成绩，啊，一寡无同款的意见，所以啊，都伫这个所在甲咱讲起，咱着完全合一。所以伫这个中间，互咱通知，耶稣唔是干那只有带这学生祈祷，耶稣嘛带咱咧祈祷。耶稣唔是替这学生咧祈祷，也唔干那是替这学生咧祈祷，耶稣嘛是咧替咱每一个人来祈祷。所以伫这个所在，互咱通看见合一是啥物？合一就是所有人的代志啦，哦，合一是所有人的代志，唔是这十二个学生的代志。合一是你我世世代代加做耶稣的学生，咱每一个人共同的代志。咱若无合一，咱无代表通完成迄个往普天的传福音的这个圣工，这个大使命。咱嘛无法度伫迄个所在来完成，你着尽心尽情尽诚尽意尽。
咱疼住你的上帝，也来疼住彼此有家己，因为咱有逐个人会当同心合力，彼此互相鼓励。你若软弱的时阵，我着替你来鼓励，替你来祈祷，替你来扶持，也替你祷告。啊，我若软弱的时阵，你着来同款安尼替我来代祷，同款替我来陪伴，大家做伙来搭同行。所以咱头前会有真多无同款的阻挡。有无相款的艰难在咱的头前咧阻挡咱，要去完成这个大使命？有无相款这款的现状在迄个所在，安尼咧甲咱阻挡，啊，咱在迄个所在会合一。所以在这个中间，咱看见伊这个背景，伊这个背景，因在这个约伯记第六章的所在讲起。当咱以这个背地过约旦河，然后到伫对岸的时，头一关就拄着虾米？头一关就拄着亚利哥城。哦，伊讲亚利哥城吼，想要甲因借一个道路，啊，甲因安尼方便因吼，毋免坐甲较大咧吼。啊，要借道路，无要甲因交叉。啊，总之吼，这亚利哥城有听见讲，吼，这伊这个偌厉害咧，唔多入来到把咱整到平村去吼，安尼也住会使。所以因的城门哦，关到阿难难啊！因若借路吼，互因借路，可能无代志啦。啊，总是伫迄个所在抵抗的时吼，因为到最后就伫这个所在照上帝给伊的命令，恁就攻打亚利哥城。总是攻打亚利哥城，唔是用大炮，还是用什么枪，还是用什么炸弹呢？哇，这个攻打亚利哥城吼，这个非常坚固，啊，非常大的这个亚利哥城吼。伊用的方式就是上帝交代约书亚，叫遮个百姓，啊，甲遮个祭司扛着约柜，就爱坐亚利哥城啦。一日坐一人啦，吼，每一日坐一人，啊，第七日爱坐七人。啊，这个坐这个亚利哥城的时阵哦，特别欢呼啦，拢未使讲话，未使出声。哇，这讲起来是，逐日安尼伫迄个沙漠中哦，咧行日头遐炎哦。啊！我今日咧甲遮正人做伙咧坐遐哩高声吼，若头一日吼无看咧虾米货，安尼这都无话讲。哎呦！啊，第二日吼，这遐哩高声无变化呢。啊，不过你嘛来第三日吼，讲这我看咧壁咧笔顺，那像闪电安尼笔顺吼，哎，看一下吼，啊，看一下鼻芳一下，讲哦，我咧上帝甲阮搭合一下，啊无呢？啊无嘛，第二日吼看有做一个倒台放一去。迄顶悬的正骨吼，咱拢会看真万里长城安尼吼，吼安尼吼，看会中间放一气无啊？大家安尼感觉讲，哇，上帝甲阮同个比的，哎，无了。啊，第四日的时阵吼，才会变成啊，比较我要惊死吼，哎，到第四日的环节，才会变成拢爬去你城顶吼，开始咧看笑话啊啦。讲这伊这个人够戆，伊咧创啥话，看拢无。啊，这你会行无啊？你当下卖完无啊？你当会甲约束阿计较无？你会甲你的上司、你的伯副长、你的前副长，伫迄个所在计较无？讲咱伫咧创啥？伫即个所在咧办家国、办家国会啊，吼，办家国会啊，是无？啊，你互看做笑话，无你嘛讲啊，一日行一年的时阵吼，就有啥物款的变化？啊，你继续有第二日的动作，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第六日，啊，即、這个总是吼。上帝甲伊交代，讲恁拢袂使出声啦，因就个人拢无出声，因就伫迄个所在完完全全顺服了。所以哦，到第第七日下第六日的时阵哦，这个城还阁好势好势呢。唔过第七日到第七日的时阵，约书亚伫迄个所在讲喊话吧，因就伫迄个所在大概就喊大大声喊，还是喊哈利路亚，还是喊俄罗斯还是甘蔗树，我唔知道啦，吼、哦，就大声喊话就对了。啊，这个大声喊话了吼，哇，这个亚利哥城硬正倒地啦，规个都变成做白地，哇，这个百姓吼，崩台啊！当时吼，干那只有一个干部放风尔，啊，这个另外一个故事啊，吼、哦，这个故事就是讲东土子，这个要来到亚利哥城，在迄个所在探伊个遗迹的时阵，有派两个警察。啊，这两个经谈吼，下中间住伫迄个城墙顶的一个叫做拉哈。啊，什么人住伫城墙顶？
住伫城墙顶的，就是红化区啦。哦，这个六合是一个记录。哦，啊，伊甲探迄两个，迄、那个警探，啊，对探迄两个警探哦，保全因的性命。啊，总是哦，因会用两条英文，含一个做记录的人就知影讲，哦，这伊这个上帝哦，非常安尼有这款的大关联、大规律啊。所以伊相信这个上帝，所以伊就把握这个机会讲，啊，恁若来攻这个城的时阵哦，就救阮全家。啊，所以就甲伊约定，约定讲安尼好。阮若来的时阵哦，恁就全家吼，要几个人拢爱住伫恁的房间的，恁的厝内的，出去我无负责哦。哦，啊，你来绑一条红丝带，哦，红丝带吼，这毋是做布鞋的，绑一条红丝带吼，伫迄个所在正做记号。啊，这个红丝带是在咧记号咧强定啥物？强定3500年后耶稣基督的宝血。强定3500年后，因为这个约书亚摩西是公元前1500年的故事，公元前1500年的这个事业，所以讲起来是1500年，这个1500年后，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来救全啊，伊所拣选的百姓。啊，所以伫迄个所在，真是有迄个无放落去啊，其他个拢放落去。所以伫即个中间，互咱通看见啊，伫迄个所在啊，每一日坐城啊，大家人拢伫迄个所在非常的安静，啊也非常的顺服，啊也非常的努力。啊，伫迄个所在啊，唔惊迄个日头炎，啊伫即个土沙粉啊咧用。是的，讲讲是的。就是，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伫这个所在，咱讲哦，咱真自由、真民主。总是咱的国家到即摆，还伫国际中间哦，咱真进入咧做孤儿啦。强强的安尼真拍拼咧，甲咱打压。咱的迄个班导讲哦，剩15个小朋友。啊，所以哦，伫这个中间哦，咱也阁有真多代志，着爱伫这个所在来完成。咱唔干啦，咱即代享受民主自由那点，咱爱咱的世世代代，咱的美丽岛，咱的佛摩萨，咱的这个子孙，会当每一个世代拢会当伫这个中间来享受这个民主自由，享受伫国际的尊严，贡献伫世界。所以咱的麦克长老哦，逐年就是咧冲啦，想要冲入去联合国。今年哦，竟然安尼78岁安尼，还搁咧领导。啊，跋倒两届，啊，跋倒搁爬起来，哦，啊，所以亲像安尼，面对着头前这个非常安尼高怪，啊，非常艰苦、非常困难，亲像压力搁正像，总是咱无锐气啊，咱无惊吓，咱知影上帝有伊用伊特别的方式，这个方式是你我用目睭袂捌看见，耳根袂捌听见，你的迄、那个头脑袂捌想到。的方式来予这个亚历高城，这个主动，咱要进入老尼甲彼个所在，会当伫迄个所在完全倒坏。阿门。Man. 所以，咱就继续尽咱的本分，咱继续公益行动。咱要伫这个所在，也要对社区办这款大会，提早办这个音乐会。咱要关心这个弱势，咱嘛要予人听见。啊，即个相关的福音，对我非常的感动。咱啊大大细细吼，大家人安尼真热心嘛。我伫即个所在咧练歌，啊，袂感觉安尼麻烦。啊，咧领导的人吼，啊，伫迄个所在真用心。啊，咱就领导的人吼，大家也真幸福，含我咧真享受。哦，含我咧真享受啊，吼。啊，所以吼，我感觉咱教会吼，真正是一间啊真水的教会。咱每一日拢爱激动诶，逐间教会拢真享受。礼拜大吼，啊半半咧，毋是讲尻川半半咧就走啊啦吼。啊，伊都拢毋免做啥物代志，啊，咱着逐摆着安尼收吼，啊，着安尼搁再等去藏，搁来遮搁安尼藏吼。嘿，这个牧师一直甲勉励，讲伊较早拢家己来，所以牧师啊，你毋茫看别人搬，你当边仔咧徛咧看哦。你爱继续，你爱斗搬哦。我是遵命吼，啊，较逐个做咧动工哦，看咱咧咧。咱安尼有78岁咧带头，啊，伫这个所在咧搬物件吼，啊，我这60岁啊，吼，63岁啦吼，哎，我当然爱拍拼啦，哦，所以我嘛真享受，大家做伙来同心合意，
咱合并的时阵，就无人会伫迄个所在安尼有英人咧讲英话啦。哦，所以咱逐个人就爱伫即个所在逐个动员。啊，所以咱伫即个中间，咱也彼此相体谅。啊，无伫迄个所在安尼感觉讲啊，非安怎不可。啊，咱逐个做伙参详。啊，做伙参详的时阵，咱就做伙来行。因为吼，这个时代牧师唔是亲像当初一个约书亚啦，吼、哦，迄摩西约书亚，迄拢是上帝直接讲话呢。吼、哦，我嘛直接祈祷，上帝互我的感动，所以感动总是感动我的时阵哦，嘛会感动别人啦。吼、哦，这比较较正常啦。啊，若无吼，拢干那感动我吼，牧师讲安尼，拢从大人拢讲上帝讲的吼。吼、哦，咱有足侪年份拢是安尼呢。吼、哦，啊，顶礼拜咱遮咧讲起迄个。迄、那个什么，迄、那个什么，拍架呢？共拍死两个人哦。迄要迄款的宗教吼，哦，讲你内面有魔鬼，啊，就安尼用拍的把赶出来，啊，把我甲拍死安尼啦吼。咱顶礼拜有安尼讲起吼。啊，所以这款的物件，咱就伫这个所在，大家做伙，大家扶持，啊，大家伫这个中间来努力。啊，所以咱伫这个中间，咱就做伙啊，来扩阔咱的境界。啊，互上帝名，伫这个所在得到荣光。三要互正常，拄到这个倒坏，咱就爱同心合意。若要互正常得到建立，咱嘛就爱同心合意。所以咱来看尼希米咧去到亚罗山岭前，去行过亚罗这个叫做啊亚利哥城吼，拢细亚啦，亚利哥城吼啊亚罗山岭前哈。这是我讲的，不是生的。对，这我讲的，我拄仔拢听吼。伊阿哩过行倒倒坏，总是上帝通过尼希米，伊是国王面前的酒席，伊伫迄个所在得到国王的信任，所以听见伊的故乡，迄、那个耶路撒冷伫迄个所在荒废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摇头革命啊！啊，你伫王的面前倒酒的人吼。你天酒的人，你气酒的人吼，你面丘哪摆吼，抓伊抬头啊！拢是吼，王族伫迄个所在，甲问讲尼希米啊，你有啥物款的代志，互你对到安尼无欢喜？而且甲伊讲起伊的故乡，即个耶路撒冷城倒坏，伫迄个所在吼，啊无，即个百姓无通啊得到照顾，无通啊得到即个保护，啊所以吼，伊心。挂念故乡安尼啦，啊，所以这个君王哦，就伫迄个所在攻击这个尼希米，可以当请假倒转去重建家园。伊所需要的迄个材料，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全部攻击，和这个看到尼希米会当倒转去到迄个故乡啊，这个耶路撒冷城伫迄个所在啊来起造。所以一回去的时阵，伊就自驾自游去看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情形，啊一面祈祷，啊然后把这个意见，伊所领受的意象，甲君王这款答应的帮单，甲这地方的领袖在迄个所在做讨论，然后大家得到共识，大家拢暗的。所以二章十八节，我甲因讲。我的上帝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讲的话，因就讲，咱做伙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所以啊，因对安尼就勇敢来做这个善工，做这个好的善，这个慈善的工啊。啊，唔是尼希米咧做，乃是伊伫迄个所在正做省长，伫迄个所在指挥。所有带的耶路撒冷城，大家都下几万人，在迄个所在，大家三甲来起造。啊，因在起造的时阵，按照计划分配区域。你若带的，譬如讲带的台中公园啦，吼，迄边的城墙，啊，带的迄边的百姓，恁就负责一角。吼，啊，你若带的这边的百姓，就负责迄一边。啊，你若带的迄边的百姓，你就负责恁迄个附近的城墙啊。而且真有智慧呢。哦，你的城墙若起了无用哦，啊，对迄个所在崩坏下来吼，是即群即个住伫即个附近的人，大整就败下来，其他的人反正还佫会当躲开呢，哦，还佫会当逃避呢。啊，所以伊伫即个所在分工，互因就军，啊，大家拢分工合作。总是当咱伊咧分工合作的时阵啊，隔壁即个叫做啊，即、這个
在哪里啊？在哪里啊？正哦，在哪里啊？正的这个省长啊，就伫迄个所在地攻击啊，看见亚罗山恁城哦，这个犹太国会当伫迄个所在起造因的首都，亚罗山恁城伫迄个所在起起来的时阵哦，吼文公武贺拢来啦。本来拢是兄弟，拢是伊这个百姓呢，拢是吼看袂好讲啊，即个较早拢是阿伯拉罕的后裔吼，啊，因倒转来是犹太国中建加罗山恁城，啊，因就伫迄个所在甲因恐吓，啊，若无就甲因起一个讲，哎呦，恁起迄什么城？嘿吼，猫啊、狗啊、凊彩踢下就倒去，迄狐狸吼，凊彩踢下就倒去啊。啊，伫遐甲因咧互因锐气安尼，拢是吼，你必伫坚强，伫迄个所在鼓励伊只个百姓，大家同心合力，伫迄个所在个人勇敢，拢五十几天用这个亚罗山岭城，伫迄个所在甲伊起造完毕。所以咱伫迄个所在，咱看见啊，这个大家若同心合力的时阵，你搁较迄个搁较。安那下，咱就有法度甲伊收掉嘞，搁较废话，咱就会当甲伊挽掉嘞。咱看即几日，这个南方二这个桥，伫迄个所在就断去啦。哦，这十三条线吼，其中第六条的线吼，就断去。啊，这建筑吼，伊这一个拱形吼，下骹一个竹篮布啊，啊布单么加，是靠迄十三条的铁索，啊伫迄个吊桥嘞。啊，无拍算吼，即、這个第六条桥断去了吼，其他的承载力吼拢无够，做就个东断啊，断断背拢放落去，下底吼三只船同一个船主吼拢跌落去，啊，一只即个摇罐车吼，差一秒钟尔啦，就载过去啊，啊，结果吼，然后倒退路啊，有个拢落去啦，啊，落去的时阵吼，一台车都爆炸起来安尼，啊，所以吼，即互咱看见吼。拢是在互我去上到着金门大桥啦，金门大桥，金门大桥吼，啊，我伫遐读侪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吼，我感觉好，旧金山足水个啦，因为旧金山的城市吼起伫一个山坡地啦，山坡地所以你搭所在呐，往迄个金门湾吼，金门海峡，啊，金门海峡的时阵吼，你就会当看见，你就会当看见啥物，看见迄个金门大桥啦，啊，有人只迄云吼搭到迄个桥呢。啊，就那两支骨啊，那两支棒啊，安尼弯弯弯，啊，佮红色的，哦，感觉迄个境界足水的啦，哦，感觉迄个气候嘛嘛真好势。啊，这金门大桥吼，伊一边是连伫旧金山，一边是连伫这个北加州的马林关吼，伊全长总共1280.2米啊，伊个拱形吼，总共是迄个桥吼。迄、那个桥，迄、那个墩的中间，这个墩甲迄个墩的中间吼，是1280.2公里安尼啦。啊，伊的宽吼27.5公里，总共六条线，一边各三条线，安尼会当来甲去安尼。啊，所以伫迄个所在，迄、那个桥吼，佫是安尼用迄个鹅红色，啊，咱远看是红色的啊，吼，啊，足伊足清白，啊，真水，真好势。啊！伊上悬的所在吼，227.4米啊！一楼若是3米来讲吼，227米，安尼几楼啊？70几楼啦吼，70几楼对啦吼，74号楼遐吼。啊，所以哦，他悬七十几号楼，规样子迄85楼，迄远远就看到啊。有一间吼，我囝伫迄个看到阿扁因头前咪看吼，迄细汉的，哦，细汉的安尼吼。啊！伊讲哦，要转去厝的时阵哦，啊用行路的，我讲哎呦，囝，啊你国校三年尔，你用行路的，啊对迄个美术公园，啊行到咱家，啊你是安怎行啊？你唔行迷路是呢？啊，所以我住在中华路啊，啊伫这个看到85楼的附近安尼啦。伊讲我咧拢看85楼行，啊对，行这条路吼，行就行到咱家啊啦，安尼啦。我对啊，看下安尼稍微75楼啊都有哦。这款的宽度，啊，伫迄个中间啊，伊这个中间的工程是啥物货？伊的工程吼，迄个吊嘛是吊的两吊索吼，这两个墩的中间吼，嘛是两吊索，中间是几啊条这落去，拢是最后咧食力的这两吊索。这两吊索是安怎做成的？
这两条的吼，唔是一条的，这个叫做重的吼，这个咱像讲重的，安尼规粒的台北的吼，唔是安尼啦。这两条的是安怎做成的？这两条的吼，是用27,572条，亲像铅笔接土，啊，亲像铅笔，我不知道铅笔，圆珠笔啦吼，亲像圆珠笔接土安尼吼，会更做。啊，27,572条，啊，更做一条做，27,572条，更做一条做，两边拢是安尼，拢是27,572条，啊，这个亲像因边遐那尼粗的这个哦，加起来总共是这个130万公里啊，会当这个赤道会当坐3年。哦，至少会当坐三年。啊，所以咱就互咱知影讲，你哦，咱咧讲的，一般咱咧国校咧读册，就讲啊，这兄弟啊咧好地，啊一张地哦，啊咧就当两张地，啊咧现在会三张地哦，啊咧要当正平的啦。哦，啊，佮计将你若讲安尼，佮用较济咧，你就压袂当。何况伊用27,572条，大家伫迄个所在安安结做伙。哦，这个有云端的金门大桥到达为止，虽然经过大地震，嘛无拄到破坏啊，加州大地震，所以咱就爱伫这个所在，大家同心合力团结做一伙，大家伫迄个所在凝聚一体，搁较重的担，搁较重的担结，搁较重的这个压力，咱要共同来承担。咱要互咱甲主的关系，亲像金门大桥安尼畅通无阻。哦，所以咱伫这个所在，互咱看见，咱要同心协力，无论是要压力高城倒坏，无论是要要带领正城起造，咱拢着爱同心协力。咱要互遮个塔台倒落去，咱要互咱的目标起造起来，咱拢着爱同心协力。所以咱要面对的是咱上界重要的使命，就是宣告，将上帝迄个行公义、护人民、存谦卑的心，伫这个所在宣扬出去，用各种的方式，咱伫这个所在来宣扬，安尼咱才有可能和福音，咱领受迄个大使命，和福音传传到地极。所以感谢主，牧师的第一讲、第二讲。一直拢用合一来宣告，甲咱社会来勉励，这也是我伫这个所在对咱的邀请。咱就爱伫这个所在合一做一伙，咱才有法度互迄个塔台倒坏，互迄个要起造的会当重新来去得到这个完全这个结果。啊，咱才有法度通伫迄个所在勇敢上帝证明。愿平安永行，享受在咱的中间，同心来祈祷。至敬的天父，我的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予我今日通过耶路撒冷的倒坏以及耶利哥城的起造，我拢知影，我着爱同心合一，亲像主耶稣你教示你的学生，以及我2000年后对你的学生的每一个人，你一再甲阮听过讲的合。同心合一，就同心合一，就同心合一，搁着完完全全合一。所以求主你，予阮根据你的教示，予阮照你的话来行，照你的话来做。阮确信，较大的困难，亲像这个压力过行，倒动在阮的面头前，也要倒坏，也要崩盘。搁较困难的这个工程要起造，亲像压力决定的进行，已经受了战争这款的破坏。嘛，要伫迄个所在得到坚固，搁来重新，互即个重建家园，互所有的百姓会当伫内面得到即款安尼欢喜、快乐、甲幸福。所以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谦卑，看别人比家己较强，欢喜甲别人做一伙，来往头前的披流跑道，互阮会当得到主你俄勒讲各个尽忠的路步，祈祷恳求各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牧师带来信息的这个分享。接下来，用贵阳的诗歌第331首，我最祈祷，用点声纯粹起立。是大观念，大我不是天，救主穿过永劫，到阎王天天。我追求主感情，救大永劫。两颗心现在连，占我心坚定。我愿救赎恩典，把我罪的归心，救主占我恨面，破我为的心。穿过不息天，救主多过永劫，到阎王天天。阿门。兄弟，让咱来奉献，让诸位呢下地心呢。
时，咱要来报告，请咱介绍。欢迎超级出人教会，蔡老师超级出来哈。蔡秀娟老师，好帅。哦，这是咱爷咱的干叔。好，好，欢迎，干叔，干叔。老板，欢迎。思琴老师。思琴老师，我老师干。思琴老师，哎，这是老师。名字叫琴。不是不是，诗琴是他的专业，他是诗又琪老师，然后他隔壁应该是太太，还有他小孩。来，欢迎欢迎。那请那个林雪杰牧师，我来干很久哦。一个月都不敢来，一万四千的上来，十个月都都想不来出来。啊，等我刚得了再来。看咱的迄个金属表后壁呀，哈！欢迎第一次来参会兄弟姊妹，会当留下。像哦，咱录的这个通讯的这个资料，方便咱以后在各个联系，协助受理。咱本会长迄种牧师，伊个八月底伫咱本会有一致的通过，并为咱本会专业牧师，已经过大众中会认可，并同意咱水南教会咱本会伙伴教会，任期为2019年十月初开始，任期四年，9月29日，小会议长主持委员会向中会申请，就这个礼拜日期，请下这会长牧师的专家来代祷。并且甲张牧师合一来宣告。本主日就请民主论坛由蔡秀菊老师来分享，对司马库斯谈起。下主日就为13民主论坛，还有前外交官吴清祥先生来分享台湾建国的国际乱流因素，欢迎大家来关心。再来，这礼拜拜五10月11日，咱每礼拜这个小组吼，这礼拜。喜乐小组，哦，咱两礼拜一次，啊，这礼拜拜五暗时5:30，啊，伫阮兜，啊，因为我知影，咱连休假日吼，然后大家无有些注意吼，所以唔通明天提些订了10月7日，哦，那个中华民国做旗的纪念日吼，刷个连了3-4天，我刷今咱今有人唔知影吼，所以唔知要做咱个小组的，啊，分享吼，伫10月11日，啊，咱即个体育小组发言，啊，啊，我尽量避办公事的暗顿。牧师都咪来了吼，哎呀，不过咱牧师来到，对咱即个讲到方正的暗顿，我一定去啦。来，即个体育，哦，体育小组同牧师来头一次来跟做一道题。礼拜六10月13日。圣华队暗时7:30，大中路八号一号稳定之家要练唱，请咱这备办心用西瓜来敬拜上帝。啊，简单以上的报告，以这沟通，请为敬拜时间甲场所来祈祷，为着蔡英文总统甲政府团队、国家社会安定进步，以及为台中市市府团队关心祈祷，为咱前总统陈志明兄弟。咱本会王宝祥兄弟身体欠安的，才遐个关心大道。为了教会事工关心来大道，尤其是咱后个月11月上大型的这个啊，英国报道的大会，啊，伫伊这事工共同来关心来大道，奉献甲圣工服侍，请大家啊，大家来看。上扬，小声牧师来作读。啊，起立。Yeah.
上帝的拯救，让咱面对伫亚历高城这款的阻挡，咱会当同心合力，让咱伫面对亚罗带领圣城的祈祷，咱也会当同心合力。咱若同心合力，所有遮的坚固营垒袂倒坏，所有的遮的困难袂得到祈祷，会当用光赞美一切上帝的圣名，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真的相通，甲咱每一个人参加之地，对于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正进来啊！吼，啊，咱来甲牧师拍拍欢迎一下。啊，讲正，唔是主要，我主要唔是要讲甲我拍拖啊。来，甲我的主任牧师，吼，林地嘅牧师，伊安尼一路行来吼，牧师真正是艰难困苦，那真像咧经过亚历高城，啊，伊一直甲鼓励，吼，甲鼓励带来到亚罗带领正正。哎，所以咱真正爱甲咱的地嘅牧师，甲伊拍拖做多只。哎，咱的贵人哦，也是咱的第一任的牧师，啊，咱开头的牧师，搁一面拍拍给大家，谢谢。哈哈哈！哦，咱主会个在上楼点歌。这个我说你有什么指示无？我来。我呢，把时间咯，啊，无干啥，我有要指示给你的哦。啊，我十二月的啊，啊，在音乐会的迄个票馆，那个海报。你唔是干过前到位尔，北屯区的差不多几啊间，你拢有熟咯，你啥？你讲的就是啊，是啊，我伫遮坐啊坐啊，感谢主。我讲下这啊，咱礼拜五才刷咯，啊，咱刷咧就是这个啊民主论坛啊，赶快叫伊按惯咧，咱民主论坛。你开始讲这民主的话呀？我来就是要有这啦，有这两个签名来啦。一个月过来学习一首民主歌谣，台湾大家唱啊真熟悉啊哈。他们过来，我们合唱的，咱就来试唱的，我们合唱，你要不要合唱再唱？我听我来试。来，接下来。有这人啊，我头报名，我尾也报名。算啦，我有你的名。欢迎，感谢，感谢。我爱国歌名也算。接下来唱一首台湾。台湾是谁咱的所在，扛了扛阮的阮心内，不准情义不准好了，我要进来。OK。
好了，今天真少的，今天听上去一个胖就好了哈。来，时间时间到了，注意事项。来哦！有时间听这啊。所有听会到好朋友，伊也刷过来才听，这比迄较精彩。哎，啊，行去的朋友，耳仔来来，你就听到咱安怎台湾水的山脉，离真深的所在，迄个名叫做司马库斯。啊，总是要有人行过，才有法度介绍。啊，我伫两礼拜前去甲高松明，咱的好朋友活力咖啡店底下来听到咱。蔡秀玉老师在那演讲，啊，讲到伊即摆新做的诗，啊，蔡秀玉老师伊做中学的老师退休了哦，专工来到台湾文化学院来读台湾学，台湾文化学院就是用台语教学的，以前就是柯世凯教授、蔡明汉教授，啊，包括张医师，包括赵邦、李邦定教授，哦，啊，佫向尊。林静怡的刘天怡教授，东海大学的季顺雄教授，等，用台语教学，体制外的一个文化学院，这个文化学院第一届颁发荣誉博士，就是由阿扁啊，让所以做台北市长，因为伊甲台北市迄条介寿路、介夭寿迄条路改名做凯达格兰。凯达格兰哦，这我念对啊，足侪人佮凯格达兰哦乱讲的吼。凯达格兰顶头有巴塞、托洛宾、古伦这四个族群，伫伊兰有加巴兰、格马兰，伫大都清水有道卡斯、多卡斯，伫台中好远的所在有八折、八寨族，伫中华有猫屋厝、巴布鲁萨，家己有红叶、台南有西来亚、高雄有马卡多。这些人捌爬过大武山，去到阿妹故乡，甲因做伙混血啦，混血造成台湾多元的种族甲文化。啊，这些代志拢是过去阮伫台湾文化学院内底推广的，所以我读起来唔免阁背啦。迄个伫我头壳底是咱的故乡，咱唔是干那原住民，咱有八部族，拄我讲迄十几族，到头的三四十族，实在讲也讲唔难。其他咱甲小分吼，细细啊分。哦，六十几组要七十组呢，啊，这就是所有南岛语系东家王国、诺鲁共和国、巴布亚纽几内亚、纽西兰这的来源啦。伊的母国就是台湾呢，你也知呢。虽然全世界人咱拢是对肯亚迄个所在来的，北支去到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南支对咱这边，行来马六甲一下、马达加斯加啊。菲律宾、泰国、巴丹岛、印度尼西亚，这些人拢从原住民先来，啊，原住民叫风拍，叫风老，因雨足大，因无气象报告。像拄仔我看气象报告，恁知影偌济？60%3点要落雨。你会记我甲恁发的新闻内底写一句：叫上帝甲云消掉啊！阿门。消掉啦！阿门。你若有求。本来60%-70%，实讲我无信心啊，因为咱的影响哦，顶下叫揽一个修理开1000块去啊，哇，迄袂堪要揽，迄只出者10000块都无要，所以哦，加在，咱加起码拢无人去治着吼。啊，今下要甲咱讲司马库斯，这位蔡秀玉老师，伊台湾的学院，甲台湾学用台语教学设立的，比如说以前马凯医师设立的牛津学院，即摆好做。我说啥？真理大学吼，头一个台湾基本学的教授陈林，陈林教授都跟港班毕业的啦。因伫遐毕业了，推广这台语到，卖讲普天的啦，至少嘛普台湾，看有影无？再来，以前搁走去政治大学去读生态学的博士，啊，硕士啦吼。生态学即嘛还阁无创个博士，啊，主要伫遐爱做论文，所以伊实实在在家己入去司马库斯。啊，司马库斯吼，应该我牵手吼，甲因哥哥、阮姑啊吼，因大家拢去。啊，人我顶个过啊30-40年前，我甲北医的院长电，阮基督徒社区工作协会，就是全国性的迄个基督教的协会吼，医学协会，我拢去甲司马库斯的头前。啊，阮车吼，驶去甲最后迄盘索，
伫大厅咧开展。我有到遐，但是台北养院的迄个院长陈安军教授哦，迄陈长老啊，伊的车到中央就已经因人讲过六岁啊。哦，迄你就知路偌歹啦。啊，我较知影，讲路你要塞，一定要塞去人教过啊，碰起来所在拢是啊塞碰的。啊，你塞落来所在拄啊，甲沿东迄边拢弄掉。啊，因有人就啊行入去咧，我尾后才知影，管牵手，甲因阿兄。啊，甲因遐所定遐个人哦，遐是去司马库斯，足烂的，足老的，伊咱行四点钟啦，行一个苦家袂分火啦，啊，拄啊海海用个酒泉，我后盖死都买去司马库斯，太安尼，哦，那我知哦，我两下下我就买去，后盖一千几直接搞到啊，啊，咱来对司马库斯说起，想话蔡秀娇老师伊会去做这调查甲研究啊，这个。在咱台湾文化内底有啥物意义吼？咱拍拍欢迎蔡秀菊老师。哎呦，阿、啊、你的诗，今天若有挂吼，若有人需要，你有加载来吼，来甲你签诗啊吼，签诗，不是，就说咱来丫头的画符来签诗。哎，蔡明的教授。哎，各位兄弟，哎，牧师，阿公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多谢张克中医师，甲我邀，让我有这个机会来遮，甲大家小讲一丝仔，司马库斯的代志吼。嗯，我爱感谢，首先我是爱感谢，蔡明贤教授，阿甲虽然大家拢叫伊部长啦吼，但是伊伫我心目中是教授，阿佫张克中教授，因为我是。台湾文化学院第二届诶学生，啊，我伫遐呐嘛学真济吼，所以会去司马库斯，我想嘛爱为台湾文化学院遮讲起嘛吼，我想着跩老师诶栽培，感谢我谢谢，谢多谢。啊，讲着司马库斯在座诶兄弟，毋知有人去过遐无？除了张医师讲迄阵啊，行四点外，安尼吼，四点外进国家会行到会苦尾袂分配吼。啊，我嘛毋是讲专干要去司马库斯啊，即讲起来吼，安那回头长啊一挂故事啦吼。不过有即个机会互我吼，我想着我阁甲我迄个习俗文化并转，因为遮久的代志实在是拢袂记得了了。所以呢，我想是这个机会，简单互我搁复习以前吼行过的路安尼。那讲到要去司马库斯吼，这有一个因缘啦。主要是我伫大学二年迄阵是1973年吼，迄阵伫台北迄个有一个天主教会叫做更新文教院，因伫迄个新竹的尖石村、尖石乡啊到。五峰乡遐吼，有一挂迄个山地迄种服务队吼，就是甲台北吼一挂大学的迄个学生带领来因吼，后来迄阵去山顶替原住民服务吼，迄阵啊叫做更新青年山地服务团呐吼，但是后来嘛变作叫做学习团。啊！我伫大学二年迄阵有参加这个团体去到山顶，但是迄阵啊也无到司马库斯，因为大家想看嘛，1973年吼，迄阵应该是交通也真歹的时阵，所以因啊叫做乌色的部落，因为电也袂通到迄遐，所以暗时遐拢是乌密码安尼啦吼，所以迄阵啊更新去头先上早设队，敢若到迄、那个。伊个司马库斯对面叫做镇西堡，遐有新宫啊、太钢迄遐。但是我是分配伫上头一个叫做二兴的部落，就是咱即摆去台湾遐吼，还有一个吊一个迄个桥，一班桥过去迄边吼。那迄阵啊，伫遐囡仔人是安讲吼，大学生吼，啥物拢袂晓的，讲去遐要共教煮食啦，啊要搁共教啦。要去共教迄个叫做家庭啥物节育吼，啊，即摆少子化，大家讲要拍拼些啊，但是迄阵拢要共教讲，你要安怎节育，莫生心济安尼啦。
啊，只讲吼无啥物常识，啊，但是去到遐，其实主要是大学生有一个迄种，感觉一个迄种热情安尼啦吼。后来我毕业出来，搁读册啦，想创啥物工作了后，伫1993年台湾文化学院创立了，我伫伊个第二学期，我就入去遐读册。入去遐读册呢，伊有一个因缘，我开始是认捌着台湾文学，台湾的文学这方面。那伫少年时阵，我是原来。我来真爱写一撮物件，但是我无参加过任何的文学团体。啊，不过伫个遐，我就是受到迄个刘天怡教授，迄阵啊，头阵刘医师有介绍吼，刘天怡教授佮陈明台教授，因咧教迄个台湾文学佮台湾现代诗。其中呢，有一个因缘，我就是识到陈千武。咱台中市的前辈诗人陈千武先生，然后伊就变作讲，甲我介绍到入去一个诗社，叫做瑞雅诗社，因叫做卡萨吼。啊，我参与迄个诗社了吼，所以有一年一个有一个一年啦，2001年迄阵迄个热热，我就形容想讲，啊，我要去山顶，但是要去山顶迄阵啊，无听足济，叫做司马库斯这个名吼。但是我唔知司马库斯生做圆啊扁啊，啊唔知要去大啥啊，所以呢，我就当迄、那个旅游手册，迄阵啊手机啊无啥物，无普遍嘛，才开始有迄种摩托罗，落来迄种的吼，安尼尔大哥大尔吼，所以我就去现咧旅游，当迄、那个旅游迄个册安尼看，找到司马库斯迄个电话。我就家落去到山顶，家问讲，结果是迄个头毛，头毛迄个因大汉囝接的，啊，因大汉囝接，我就家讲哈，我想要去遐，伊讲好啊，你来啊，啊，但是我家讲，我无想要做观光客呢，啊，我要住倒，伊讲啊，无你就住阮家，伊就足阿三，伊就讲起，啊，我住阮家，但是啊，要落去我嘛唔知的，迄阵啊也袂热热，所以我就想讲，我讲啊变下去咧，伊讲啊你到时再甲联络就好。啊，就一通电话甲他讲安尼。结果呢，我转就迄阵啊想想哦，我这人真单纯，就是讲啊，既然要去安尼一撮工吼，我是不是吼伫学校内底甲伊看有人买伫个车啊、囡仔车啊、衫啊吼，我就甲伊甲学校的同事讲，你若买伫个车啊、甲衫啊，都分我，我要去山顶。结果我一个讲哦，哇，好好老师嘞，一大堆的衫啊、册拢换，我穿到30-40箱嘞，拢放伫我的实验室内底。啊，怎害啊？我也袂晓塞车，啊，怎袂晓算？啊，唔知要安怎吼？送去到迄个司马库斯啦。啊，后来吼，我再向拄好阮一个细汉妹妹转来，伊也塞车，但是我无拖拉机啊，变嘛。我就想着我一个同学有一个小旅车，高人做的吼，我就甲伊借。啊，迄阵啊，我拄好咧写教科书，有一遍我要去台北开会，啊，我就拜托我甲我的朋友借迄台车，啊，阮妹妹甲我塞车，那塞车搁去山顶，啊，我迄阵啊咧想讲，司马库斯太简单嘞，因为我吼，1973年我伫迄个啥，尖石乡，我捌行过吼，位尖石乡，行啥物嘞？行梅花花部落，下骹一直行底迄原住民吼，行下骹的路，我到即摆。也有印象，北横的吼，迄个公路吼，行规阵规下骹吼，迄山路爬到面顶，迄溪坎啊，爬到面顶去，就是拉拉山嘞。啊，迄阵啊拉拉山吼，毋是像即摆遐尼热闹咯。迄阵哦，因的厝哦，也叠到厝的，叠迄个啥，叠坡啊边的迄厝哦。我安尼行过，所以我凭印象就想，啊，太简单了，一下就干那迄条路。谁知讲安尼，啥伊会使，我嘛毋知。唔知影讲爱经过迄个尖石一条桥，我人爱经过桥，我无过桥，才走去到五峰乡去。一直走一直走，我怎害啊？哪会愈行愈唔对嘞？啊！全部敲电话山顶的人，结果即摆是因头目的迄个太太接的，伊就讲啊，就爱怎行？好啊，我煞害啊！我行到足远的，经行到北环，唔知行到倒一路，佫走转来，跨转来，佫行过迄个桥，咱搁行着咯，行去梅花遐去啦，搁行去别个，我搁洗翻头，哇，一直洗到遐已经暗时，要下晡啊，下晡终于行到迄个秀峦，啊，迄个秀峦就是头阵张医师讲的吼，因咧台北医学院的什么人的迄个医生的车去调离遐，拢伫个遐所在，
迄、那个小人到遐，搁到山顶还搁三四点钟啦。啊，等我已经遐暗时啊，我唔知要安怎坐去到面顶。啊，迄、那个我搁敲电话去山顶，啊，山顶的迄、那个伊太太叫讲，哎、欸，足紧足紧的啊，一下就到你啊，啊，足紧足紧。可是，但是我已经下晡六要六点嘛，我实在是真担心，所以即阵啊，我全赶快。规三四十箱的物件寄到秀峦的派出所，啊，甲迄个警员讲，诶、欸，安尼拜托的吼，我这今日啊，即马司马库斯的人闹热的吼，你再甲伊叫伊载去安尼。所以呢，我第一遍要去司马库斯是到秀峦遐尔，但是因为这个姻缘哦，结果秀峦派出所的人拢知影讲有一个蔡老师，了袂去就先轰动吼，啊，迄、那个山顶的人嘛知道有一个蔡老师安尼，啊，到迄个秀峦。欸、我终于吼，我去山顶啦。但是我这个拢袂晓塞车的人吼，敢若靠行路坐车的人吼，毋人知贵妇啊吼。人讲贵妇就是啦，规天涂骹做工过的贵妇啦吼，为了做工过迄种。我袂晓塞车，要安怎呢？要来去山顶呢？我山顶的人吼，伊甲咱计较的方式诶无啥共。伊吼，伊袂甲你讲你当时安怎啦吼，咱拢袂肯定伊讲。啊你！你当时要来，你才甲我讲哦。啊，我就是讲当时要去。伊讲哦，啊，你到迄个啥？叫我去到德当，我坐车、坐火车，搁坐起来车。我是到德当，伊还讲你去二环遐凊彩问人一个工商，是司马库斯的人，安就好啊。哦啊，好，敢那安甲讲安尼，啊，我就懵下落，就去到德当，啊遐啊，就去路凊彩路边问一个，看起来都那个太阿做人讲。欸、你敢能知影遮有司马库斯的人吼？安尼懵懵当就甲我讲，伫个遐安尼，啊，我就安尼去上山。啊，上山去吼，当然去啊，就是唔捌伊嘛。但是我因遐人嘛足趣味吼，伊完全唔知我生伊的病，啊，就叫我去住伊家安尼啦。吼，啊，当然咱即摆我安尼讲，大家唔好想讲，即摆司马库斯就是安尼，你凊彩去就是住人家哦，已经无同啊吼。伊即摆是有。叫做共同经营德努拉这个组织，所以呢，可能会较有迄种规矩出来，吼、哦。啊，但是咱嘛抱着讲啊，其实这是因为着伊的社区，伊不得不做这种的整合啦，吼、哦。啊，我去到遐，伊就发现吼，当然我就只有感觉嘛，吼、哦。然后，伫这个当中。我哈因为参与到文学的工作，所以呢，我较有一寡感觉，搁而且呢，我开始搁去读日本日语哈，所以我迄阵啊有开始读一寡人类学、日本时代留落来迄个人类学迄种泰雅族啊，大家原住民的迄、那个物件，所以我到遐遐就足认真去参与伊的社区的代志，啊，然后真有感觉，迄阵啊写几首啊诗哈，哦，足有灵感的啊，写一首啊。小几次我回来，啊，就感觉讲，乡知吼有陈前木老师甲讲，叫我去，我这个人嘛是真乖啦，啊，老师讲啥，我就足认真去达成的吼。伊就叫我做这做那，啊，我就拢哦真乖会做。有一摆伊就甲讲，国艺会若敢有咧讲安怎申请写作的计划，你去听看卖，哦，啊，我就吼准备，我就去听看卖。啊，听看完了，我又感觉，这袂歹哦。啊，我司马库斯当有安尼灵感吼，啊，去遐有真有感受吼。啊，我再写四首哦，我就家试看卖，我就用这个写计划讲，我要写六十首。因为我迄阵啊听讲，你去共签一个计划有当二十万、三十万吼，啊，你共写讲我要写二十首，计划袂啥会成嘛吼，啊，就爱来碰较济吼，要写六十首，我就来计划来写，我要写六十首。我是讲啊，有啊无，人刚咧签乐透，虽然我拢袂晓签乐透吼，我讲你有写都有机会嘛，所以我就安尼甲伊送出去。迄、那个交话，我会记得我歇偌大，啊交话我就送这个计划。结果一个送去，谁知讲哇，煞丢掉啊呢，啊丢掉，这下就烦恼啊。啊写头前写四首，真有灵感，真好写。啊到尾啊要写，搁写到六十首，才免甲补出来。哦，迄阵就会烦恼啊呢。啊，烦恼变呐！我感觉上帝拢有一个带领吼。迄阵啊，静宜大学就开始成立迄个生态所。啊，我本来我都无介爱去读，搁另外读一个研究所要创啥？我已经有研究所的学分啦，我伫师大已经有一个40学分，其实薪水拢
研究所迄个程度，我无必要搁去加读一个。啊，但因为即声煞摕着迄个计划爱写六十首的诗，我即个人就甲想着啊，往哪兼写课嘛吼，所以啊，一年搁离厝的近近啊，所以我就去甲申请去读心态所。啊，心态所有一个伊有两个方式去入学啦吼，一个是讲。学生啊，就是伊爱考试，一个是在职的迄个进修，所以呢，我就是只要用申请我的资格，我有啥物的经历吼，啊，去遐考试，啊，结果啊，就给我收入去啊，啊，收入去哦，我就是安尼在厝厝讲，哦，我就干呐要写司马库斯，我根本拢知道司马库斯到底要写啥，写啥，我是借这个机会要去写一本诗集出来，安尼俩吼，哇，现在去到迄、那个。心态素，哇，读册足硬斗的哦，不是，咱是要讲甲咱写诗呢。哦，我爱为动物好，植物好，什么好拢爱读啊，电脑啊爱学啊什么什么英式哦，诶 ，Word 诶，我本来拢袂晓的，去遐互人抄教吼，因为我内底是算上年岁上大的吼，要退休啊。啊，发现拢人迄种个少年囡仔吼，二十几岁啊，大学拄啊毕业的吼，我根本学跟人嘛跟袂着对无吼。不过一个好处就是，人较老，互人敬老啦吼。所以若袂晓，就只要甲老师讲，啊，我就袂晓，我现老，我都袂晓，安尼无你要安怎吼？啊，老师嘛无办法。啊，但是虽然我讲安尼袂使讲倚老卖老啊，我其实是足年轻啦，吼，跟人袂着，但是咱知影咱。就是对人袂了有欠缺，咱会尽力尽去学。所以呢，迄阵啊，伫一年内底呢，我都爱拍拼学足侪基本的科学。那有这个机会呢，老师嘛变做我的指导教授，伊就会陪我去司马库斯啊做一挂迄、那个探讨，譬如讲吼，伊的是的自然的迄个资源的调查啦，创啥吼，啥物工课，我是读这个研究所的好处就是讲。教授会帮助你去达成你爱做的迄、那个研究的目标嘛。那这当中吼，讲有啥物吃苦，其实有当时啊想的嘛，搁袂记得啦。哦，啊，因为就是安尼，其实迄几冬足无闲的，就是啊，搁爱教册，啊，搁爱读册，啊，搁爱安尼读教安尼金细细吼。那逐摆报告无好，老师会甲你当场啊，甲你安尼。迄笑诶，啊咱就是安尼吼，目屎滴安尼无办法，袂晓就是袂晓，啊就安尼目眶干咧吼，啊认真就搁较拍拼，啊喙齿讲加咧嘛，搁较安怎嘛是爱家己度过安尼啦吼，人讲头过身就过嘛，啊所以呢，我就安尼，第一遍报告，啊老师就问我讲，你做些啥物报告？我伫迄遐吼咧做迄阵。在做研究迄阵吼，其实阮厝边甲咱的生活习惯是无同的啦吼。我袂使甲伊讲，甲因遐讲，请问你当时有闲，你坐来问我，你坐来讲故事我听，无可能嘛。因拢爱出去插园的做工课创啥，所以呢，我就是讲，随时拢一本簿仔抓咧。啊，伊若咧讲啥，伊若创啥，我目睭，我目睭足通金的吼。只要若天光听到有声，我就爬起来。伊咧创啥，我就问我，我会使带你去无？创啥安尼？因遐司马库斯人袂歹啦吼，伊拢肯换地，所以吼，啊可能是安怎？第一是，我毋是迄种贵太啦吼，迄大学生啊拄啊毕业，人看你阿你这狗囡仔，毋捌代志，因至少我是已经五十几岁啊。所以呢，也有囡仔，所以因会感觉讲，我甲伊是较亲近的吼，亲近啦，会当讲一寡迄个分享一寡人生的代志。所以呢，因就足爱讲，我都甲伊做伙开讲，啊，我嘛是尽量去甲伊做伙做工课吼。那用即马较流行的话，就是讲以什么以工什么，不是以工代赈啦吼，啊，打工度假啦，就是安尼，就是。天气个长个啊，啥？哦，迄阵啊，歇落是长个嘞，啥水蜜桃吼，长济哦。所以我迄阵妈妈食袂着水蜜桃吼。啊，咱去啊，迄两个看个水蜜桃，伊了小花
无啥好诶，就给断掉，一掉啊，咱就感觉哎呦，足怕算诶，这遐拢会食咧，哎呦，啊，这品质也无好啊，安尼啦吼，安尼一人一人安尼足重诶哦。我毋敢做过事啦，我拢啊徛乌帮脚啊，拢咧做，拢哎，骂人阁会当领薪水诶，这种头路也袂歹吼。啊，所以吼，其实咱咧真忝咧，啊，但是吼，嘛是爱加啊，足表示讲家己足厉害。迄足重诶，迄个啥物，迄种水蜜桃我嘛安尼缀安尼搬缀啊，啊只哦啊最近教咧吼，我吼，可能就是因为我拢甲因做伙。啊，因咧做礼拜吼，伊若做礼拜咧讨论啥物代志，伊拢有参与，所以我就变做讲，较侪啊，教会到底即马咧进行啥物代志，啊，伊有啥物欠款？其实迄阵啊，迄当时吼，我入去迄阵是2001年，司马库斯伊当，即个旅游吼，迄个观光啊，当侪人真好奇吼，真闹热迄阵。不过伊也未整合起来，所以去迄时迄阵嘛吼，有真济学校的大学教授啊、研究生啊、博士班啊、研究所的学生啊，也是讲公家的单位吼，什么乡公所啦、什么国家公园块主管拢定来去司马库斯。啊，不过吼，因迄就是因为也未整合个人做个人的吼，其实内底有真济问题，包括讲。人客分来入来到司马库斯咧分的无公平，比如咱来想啊，大家横头路来，啊，我这个民宿要接偌济人客，要开偌济地道，伊唔是先伫迄个咱来讲白地吼，要卖菜、要卖鸡啊啊嘛吼，真简单，我今仔日穿偌济料，买一就有，唔是啊，伊是一礼拜去落山去合会，啊安尼才提起山顶。啊！你传的若收得多，人客若少，伊变做会物件会歹，对无？这就是一个损失。那人客若是愈多，煞伊物件煞无够，所以因常常会产生这种纠纷吼。那这种物件真困扰，但是司马库斯伊内底，因为我头前就是讲有真侪教授，佮真侪真热心的迄个团体，像我以前参加迄个更新天主教迄、那个。大学生的迄种学习团吼，因入去拢会甲这物件，因学甲部落的人安尼去想讲，去探讨讲有啥物方法会当改变吼，互司马库斯大家会当整合起来，啊有钱大家公下台，啊莫安尼讲分你的我的吼，安尼，所以慢慢我伫遐哦，我就了解原来有啥物代志安尼。啊，我嘛，会当帮衬的，我就尽量。所以第一年迄个休了，我发现讲，因咧成立一个叫做社区发展协会。咱即马咱平地足简单啦，大家拢有啥物社区协会嘛，对无？啊，我伫遐才发现讲，其实有一个代代的迄个朴树生已经替因做迄个社区协会申请迄种的物件哦。不过因拢做无完成。是安怎做无完成？因为迄个朴树班甲伊做方式做唔对啊！伊去做着全国性的组织，咱社团其实有分全国性，阁有地方性的。其实司马库斯爱做的是地方性的。啊，迄阵啊，我变来知啊，这还阁讲起对。哎呀，我足奇怪的，无代无志拢有代志，我落去找代志做。啊，食饱用的俩三五相加，迄阵啊，拄好1995年。咱伫化伊多通过教书法，教书法开始就会使做教书会，所以真侪人就去，真侪老师就开始去推送迄个教书会筹备会，去共说明讲，去鼓励每一个学校去设迄个教书会。啊，我迄阵啊，搁去读台湾文学校，台湾文学伊读开，搁去读 YMCA 的迄个啥物，日本的暗时的班，早时还搁读册。啊，搁爱写物件，搁咧编杂志，我都家己唔知嘛。掠三副小家伙，搁掠一只来斗阵吼。去听一个讲教师会、促进会、说明会，我伊煞甲我叫去做筹备会，全台中市的筹备会主任啦，吼。所以咧，我本来吼对遐条文写是无兴趣，
告诉告诉反正告诉的什么第一什么，咱在小团拢就是叫做组一个章程嘛吼。什么条文拢爱读较清清楚楚，啊，我这个人上无爱迄种个死黏黏的物件。不过去插到这个工课了，我煞爱安怎呢？煞拢爱了解。结果拄啊，迄个落去到司马库斯啊，因我就知影，因个我就抓到重点啊。啊，你这组织太简单了，因为哦，你做唔到方向啊，应该是做新德关的迄个啥社团，不是做全国性的社团，所以太简单嘞。啊，迄阵啊无电脑呢，我安怎做呢？我替因哦，就踮遐遐哦刷电脑，我就用迄复写纸了，用复写纸给抄抄写写，然后互因看，安尼对无？然后我落山，就甲因寄批龙吼。我讲你只要吼，伫恁这个恁这个漳州乡吼，找30个发起人，啊，伊的身份证资料，啥物传传的写写的。然后呢，我甲你寄第一遍的迄个丢笔灰，第二遍丢笔灰，丢笔灰，第三遍心里大灰大灰，安尼一遍寄。我一个歇落，就甲伊心情好势啊。哦，所以心情好势，哇！是可能就是安尼，因就踏出迄步啊。本来头前迄，当然这毋是我的功劳啊，是我看出讲啊，伊是干那欠缺者，别人拢做好啊啦吼。然后，所以这个原因嘛是讲，我过来去嘛是促成我去迄个青年堂新派所的一个原因之一啦。所以安尼开始，我就甲司马库斯因为爱做论文，所以对因就爱特别爱去做无同的方向啊。啊，这一年当中呢，我嘛是因为伫研究所安尼读，安尼训练，所以我才有办法把我第一本的诗集，是这本《司马库斯部落史藏》，这本就60首，哎，完成啊吼。哦，啊完成了，啊，那论文也咧进行，因为我迄阵啊一年了嘛，所以我其实是也咧读硕士，迄阵啊可能硕士的第二年嘛。那第二，但是我要做啥？阮咧教外指导教授叫张定波，伊就甲我讲，因为我做读心态所，哎，袂使写诗集啊，诗集袂使做论文嘞，做硕士论文，我都爱写正式的硕士论文啊。安尼要安怎嘞？伊就讲，啊，无你去研究因的共同经营的模式的探讨，看伊要安怎去做整合。哦，好，老师就甲我教安尼。啊，教这个方向，我就用这个方向去行，吼、哦。所以呢，但是我都爱去找出来司马库斯到底伊来对即马，伊的经营吼。不过呢，我无可能，因部落内底无可能讲，派领导的户口名簿照啊抄好无？无可能啊，所以人哪有可能讲你一个外人，然后我甲你阮家的户口名簿拢互你抄歹名单？所以我要知影讲，这个司马库斯内底人口有偌济呢？我普通时吼，对因去安尼做事了吼，若有人帮，我就爱去每一家、每一户因家甲人开讲，就是像安尼因家头前吼有一个芋头啊，我就坐在那芋头前，这大姐啊，你安怎啦？恁囝啥？伊嘛足古锥个了。迄阿妈妈就讲，我就问讲，你有几个查某囝？哦，我有几个囝。你大汉查某囝几岁？哦，我想看卖。伊拢爱想看几遍，就安尼抄，我就爱开始抄，啊，学迄个因的泰雅语的名号名，所以我是安尼一户一户去因家安尼讲，哦，因为因咧内底其实已经进前吼，当迄个就是开始吼，人口一直挂，因无啥物就业的机会嘛，所以因的人口一直拢失去，拢走去到都市，因主要走去的都市拢伫桃园遐做工，吼。啊，去外口做工，其实我想甲咱的移民啊，岛内移民，也是讲去外国移民，拢共款，就是有亲戚先去遐做，然后伊就会搁去介绍伊的伊呐，比如我若要去外地，啊，伊就会去外口亲戚，所以恁大部分就是去会踮迄个桃园迄类因所在，遐那工厂吼，人介绍去遐做，啊，因的人口曾经吼，时间吼。全部落村80几个人，吼、哦。啊，不过即摆你去吼，我以前我2001年去，即摆已经经过19年。哇，我以前我去迄阵细汉，迄国民校也是拄啊出事哦。即摆拢娶某生囝，有诶拢生，有诶即摆拢生3、4个，真正就爱迄个啥物，
咱的内政部爱颁发迄个啥物征产报国、生产报国的迄个奖章予伊。哦，因个因较有够济一个，看少年囡仔吼，我去迄阵也配塔啦，安尼国民吼安尼细汉啦，即摆已经拢娶某生囝，有诶生三四个啦，吼安尼。啊，头目的迄阵啊去迄阵，头目因太太。即摆伊甲我讲，伊个内孙外孙已经做阿祖安尼，哦，伊个内孙外孙加起来，毋知伊嘛甲伊算袂清啊，十几个哦，伊算袂清哦。啊，我甲伊比我搁较少岁了，结果我个孙仔才一个尔，即摆咧第二个，啊，伊十几个啊，搁做阿祖啊，吼、哦。好、哦，所以就是讲，阮厝边部落是有伊个特色啦，吼、哦，安尼。啊，然后去到迄遐了。阮老师教我一个方向，就是爱做伊迄个共同经营迄种模式。啊，所以我对伊讲，我感觉上帝带我去研究这个司马库斯，啊，伊给我一个真好的方向吼。本来我拄迄年其实我是会当见证着司马库斯为阿伟进学到经过进学。到变作即卖模式会多见证人吼，伊伫2003年，我当咧做做研究要结束迄阵吼，因迄、那个泰纳总会吼，迄阵啊伊个牧师叫做雅布牧师是苗栗的象鼻部落的人吼，啊伊做曾经做过泰纳总会的迄个会长，会议长啦吼。所以以前啊，伫遐咧做牧师迄阵吼，伊就引进真侪咱迄个长老教会总会的人吼，去啊，家己看啊，家己帮衬。迄阵啊，拄好休乱，因要安排一个去以色列吼参观，去遐参观迄个基布兹这个组织吼，因要去学习啦吼。所以呢。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甲伊问讲：，安尼我会使甲你自费带恁去未？伊讲，因就讲好啊，吼。所以呢，迄阵啊，有九个人，迄集团司马库斯的人有九个，拢查甫的啦，吼，代表嘛，吼。啊，我唯一一个查某的，啊，当然还佫一个查某是领队啊，安尼。所以我就带恁去。这沿路呢，我就譬如讲，伫耶路撒冷啊、耶利哥啊，头前牧师佫会发。城市啊，像伊来任何的教堂啊，伊来做解说时，我拢足拍拼去家做记录，吼、哦，然后拢摄影啊做记录了。到过来呢，因参加每一个基布兹所有的讲的迄、那个吼、哦，我拢家整理起来，转来把迄、那个录影带创好势，所有的文字来做好呼应。啊，我就是伊的见证人，就是讲。伊迄阵啊，伫最后一天，伫拉萨路迄个一个礼社，因遐代表吼，就开始咧祈祷，咧讨论讲，咱即逝转去，因按算要做一家所有的土地，伊个面俗现出来，做共同的财产，吼、哦，因踮遐做讨论，然后踮遐做决定讲，伊转去要做即个工课。啊，这个工课了，就是因的名吼，伫泰雅语来讲叫做德鲁兰，德鲁兰就是讲共有的、共享的，但是伊甲人民公社，吼、哦，甲迄个共产主义迄种社会主义是完全无同的吼、哦。伊所谓现出来，其实咧爱足大的决心。为什么呢？因为吼、哦，咱爱想有的人是因兜，因为伊较骨力，伊的面相真大吼。哦啊！伊本来伊若家己做，伊一天的收入会，伊一边一礼拜收入会真济，对无？那有的人是完全拢无啊，伊也无面相，伊也无土地，伊啥物拢无啊，吼、哦，伊也无过子园啊，伊干那靠做工安尼尔。啊，但是伊若要参加这个共同经营的迄个代表呢，大家拢爱共款用共分共款的钱，所以伊就是大家拢照顾。那大家照顾对有的人，可能我的土地，我的面积真大，但是阮家的人口真少呢，哦，啊人口真少，伊若照安尼分起来讲，伊是安尼一个人偌济钱，比如讲一个人一个月三万，
阮家足侪钱的，阮家的土地，阮的面积足大，但是阮家才五个人。结果另外一户是因家啥物拢无，但是因家会使参加这个经营户内底吼，代表内底吼，因家可能有三四个，啊，伊到银行面出。所以这种心态吼，我爱好，顶多是有个人伊爱放下呢。所以呢，但遐仔我都见证因，就是讲因决心要家这来实施。结果一个休了，转去了，果然因就成为这个德鲁奈。啊，这个德鲁奈呢，我有改，因为我论文内底有做伊个比较，伊甲伊说个起步姿势、精神是完全无同个，因为。我有实际去参观，等于参观以色列迄个基布兹，所以会当了解讲，其实因为以色列周边拢是阿拉伯国家，吼、哦、约旦啊、甲巴勒斯坦啊，个啥物，一箍位拢全迄，所以呢，伊就足，伊就拍拼咧设迄种叫做屯垦区 （settlement） 那个屯垦区，因为屯垦区其实有各方的意义啦、啊，就伫迄个边境的所在，伊拢鼓励人吼，你若有犹太血统的人，拢会使来遮设立屯垦区，一个等于是，伊的军队，等于伊的民军就对啦吼，来做迄、那个伊有各方的目的。但是呢，泰雅族这个屯垦精神是无同的啦吼，所以这个爱区别。那我做这个共同经营，当然我嘛是爱探讨跩代志。然后呢，我嘛爱做因的迄个自然资源的调查。那这个调查呢，我都要怎样做？我爱知因的食物有啥物，因的有啥物特色，才会当吸引观光客来这家吼。啊，过来观光客迄个量啦，先计侪会安怎？过来伊的，譬如讲，咱咧做生态方面的研究，有当有一个冲击嘛。你有好一定有歹，爱去分析吼。所以当做这种研究，什么都拢爱做专，啊做专要安怎嘞？所以阮老师有实务的老师吼，伊就带我爱去安尼沿路到迄个锯木群遐沿路调查伊的实务有啥物啥物，做一个名录出来。那做动物啊，迄、那个导游就带我吼，到我就招迄捌迄个啥物譬如讲两栖的啥物水果啊啦吼丢啦吼，坏也是讲鸟啊坏，迄种研究生，我就爱拜托迄种研究生，甲我做伙去山顶，爬到桃园吼高一的遐去做调查。然后呢，啊，搁知因的传统领域，迄传统的领域，啊，传统领域咧，就是变作阮老师吼，伊嘛爱带我去迄个啥物，去鸳鸯湖哦，啊，行鸳鸯湖，因已经足久无去行鸳鸯湖啊，所以呢，阮老师我一道教授吼，迄真无教授，伊真来无一个教授需要陪一个研究生吼去行山路对无？伊陪我行三工两暝吼，阮就拜托个头啊，甲一个长老吼，啊带阮为司马库斯安尼行到背过环过迄个桃园啊，叫做西丘四山，佮并过再到迄个鸳鸯湖，安尼行三工两暝吼。啊、哦，我是用做告白，吼、哦，迄种山路，迄拢差不多三千公尺，迄雪白山啊啥，啊，不过伫到山顶其实会当看到真侪咱平地看袂到的所在，譬如讲，一边风太少啦，甚至赫伯台风，咱平地，咱印象上深有一个赫伯台风吼，台风吼，到即马迄阵啊，我去已经2004年迄阵吼，经过十几冬啊。迄、那个山坎去予赫伯安尼下落，迄到即摆也阁有滴个也安尼嘞。啊，迄大丛树个树头啊，规个溪层拢全黑。然后会当看到啥？有两座山，一个西丘四山，甲一个啥雪白山，真趣味哦。迄一个山头两条溪流是无共色个，西丘四山流出来水是红个，哦，啊另外迄种是白。啊，是安怎是红的？是因为伊的矿物质相当，伊的铁啊，吼、哦，伊的铁山迄个成分相当，所以迄是袂使食。等于讲到鸳鸯湖迄个湖吼，迄水是袂使食。那古早呢，司马库斯因的人吼，是暗时吼，就是讲暗时物件传出，透早物件就开始排好，要出去外口咧卖，因就是走去遐有一个国军
退出役官兵的一个山，叫做遐有一片山尔，拢是无国军的迄个退伍军人去经营的吼。伊去遐吼，因就是去遐一站啊，汉人会来遐做买卖。啊，然后汉人拢买啥物香菇啦、雪莲啥物，迄种金线莲啦、中药花安尼去卖。因讲，因是透早出门，暗时就转去的。啊，去遐卖一撮，安尼偌济钱，甲遐平地人换物件换歪，都来歹当。但是后来因拢无行迄种路，所以迄路拢无看。啊，我即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惊大家，我甲讲，等下讲到这家就好吼。啊，迄阵啊，三家两个迄、那个。头无甲我讲吼，讲吼，因泰雅族有一个传说啦，讲吼，那一直拢无落雨，啊，要安怎嘞？就带一个吼，拢唔捌去过鸳鸯湖的人吼，只要你带去，伊就开始马上落雨。伊咧讲安尼传说，伊讲因的传说故事是安尼。哇，真正的呢，我甲阮教授都唔捌去过鸳鸯湖啊。真正我第一天就开始落架安尼，吼、哦，够可怜安尼。迄规领裤，迄是安尼冻架吼，啊，迄个啥，迄膝盖是安尼落来，我就安尼撸，安尼做，安尼撸落来，规个裤拢着冻鼓鼓。第一暗吼，暗时吼，困伫迄个香菇料的钢料咧，啊，钢料哦，钢料敢若四个人，啊，三个查甫，啊，我查某，啊，我困伫上头。暗时搁地动嘞，哦，啊，我听着安尼计，迄边啊，阮教室阮的边啊，迄鼓鼓鼓，伊就鼓，我规暗拢袂睏嘞啊，啊，我暗时搁地动啊，哦，我今仔都唔敢讲哦，结果天光，阮后来阮师母甲我讲吼，哦，因翁转去甲伊讲吼，讲哦，刚才吼，甲因太太讲，刚才你一撮无电嘞。哦，迄、那个哦，伊一个困醒在在，啊哟，迄工了，我娘的，那湿甲安尼，吼、哦，实在是唔敢困。啊，当然，迄唔是我垃圾，因为山顶就是安尼嘛，吼、哦，大家人来人去，啊，无一定会做清洁安尼。所以我的论文是大概是安尼。啊了，我就想讲，因为我有带，搁带头毛去迄个到日本，我搁带日本的西林到司马库斯，吼、哦。安尼交流，我见讲我这本有是我无充足，因为我是一冬内底写，后壁真侪物件我无完成。好，后来呢，我就一直心内有想一个讲，我要做一个史诗，该整合起来吼，快故事。然后，上帝可能有听到我的祈祷吼，竟然伫2010年迄阵吼，我就一直咧想讲，我该做诶，但是空过真侪咧。结果呢？突然间，我伫国内会吼，看到一个迄个消息，讲要征求吼，会使写当时的计划30万哦，搁补助10万你出版哦。哇！我即写爆着啊！伊讲，但是呢，爱写新家500纸，爱500纸的迄、那个新号的新章嘛。啊、哦，这太简单了，因为我写一本来要凊彩甲伊倒出来嘛，有呢吼。所以呢，我就爱来斗斗，我就想有啊，无好无啊好，就该送去。结果结局竟然掉啊呢，掉啊啊掉吼。迄年我嘛我迄阵啊掉着，但是迄年吼，较特别嘞，我摕着了，我嘛无，我就啥，我迄年搁去甲人自助旅行，去欧洲买2个月，我心想啥啊，我若买2个月转来，我拢记袂记了了。所以我就拼死写，该写出来才出国。啊，我吼完全无准备欧洲迄自助旅行，我是去网络看人迄背包客啊，迄自助旅行60天诶，我就想要出去佚佗。看背包客人无一个熟悉啊，啊，我想讲啊，我这个人真好斗阵，啊，只要恁公道，我就跟伊倒。结果吼，我都认真拍拼写这本诗集啊，一本旅游书拢无看，啥物拢无看，安尼就可能去坐去到马德里，我到马德里，我才知影即声惨啊！我每一本的，伊咧讲啥心情，我拢唔知。然后我一本册拢无，啊，但我唔知要安怎，啊，人歹参我。吼，我迄阵是腿边啊足硬的吼，60天吼，我就安尼尽量到倒位吼，我若拢爱探听，你要创啥？因为我若共加问一个人，会感觉你这人足无聊，家己唔准备，啊，甲人要唔人安尼吼。哦，迄另外阁一个故事啦。啊，反正我这本就写完啦。那写完了，写完了，啊，就安尼出版啦。那出版了，
后来我就这个物件都下咧，啊下咧，现在前两年哦无意中，一个屏东教，屏东大学的迄个英文系教授讲，你这种册吼，你应该想办法来翻译做英文啊。其实，迄阵啊有一个赖安，赖安就是赖号的囝，伊阵啊伊是教我完啊，台湾文化行业同学吼，伊帮我翻译做日文，啊所以才有办法去日本介绍。啊我，其实这本拢已经互人翻，伊拢甲我翻好啊。问题是后壁，这也未创好势对无？那啊，这一个英文系教授讲，你应该来变做英文吼，安尼较侪人较了解。好，伊安尼一个甲我瞄一个，哇！我两年前我就千拜托万拜托，一直甲阮查某囝求讲，拜托你帮我翻译做英文啊！啊，伊哦，就唔情愿甲翻我俩，哦，这内底哦，足侪时间啦。啊，我想讲啊，算了，倒来要等下咧，都讲想讲啊，就反正好啊，唔好，反正就等下咧，有翻译伫遐啊。结果无想到讲，我参加一个合唱合唱团叫相送，相送伊讲，因七月二十，今年的七月二十，想要去遐司马库斯交流。我想讲，安尼，既然你交流，安尼我都应该迄阵五月吼，我应该都把这本写出来嘞，吼、哦。所以吼、哦，迄阵吼，我知影要去交流，我就到玉山城安尼拍，安尼千拜托万托，我叫阮查某囝一定爱改，安尼改到安尼，拼到六月底改完成，所以才会变作这本，我就摕这本去山顶。会当发表，所以有中文甲英文啊，安尼就是司马库斯的过程吼。啊，这过程当然我这个机会我小可啊，搁回忆我古早的迄、那个去做研究的迄个兼生地，我嘛爱去搁最后一句就是讲，因为爱做伊的探讨吼，所以呢，阮教授甲讲，你嫌迄个啥？人迄房放晒迄便所诶，迄纸你嘛爱摕起来穿哦，所以我嘛是爱嫌咧人啥物礼拜啊、佚佗啊，我着拜托伊，我着爱去迄个啥物，因个便所，甲所有迄个卫生纸爱来放下去，清淡放偌济安尼，所有心态迄、那个包括好诶一面，啊伊个心淡诶一面，拢爱甲伊做出来，啊再完成一个，所以我当只简单诶分享就是司马库斯一。这个过程啊，当然，即马看到司马库斯真有伊个制度啦吼。啊，咱若去司马库斯佚佗，咱着用快乐的心来分享，讲因安尼行过这个过程，啊，来祝福因吼，会当做一个每一个社区的发展的迄个模范安尼。好，以上我讲到这，多谢。啊，多谢咱范老师这么好的这分享。教官呢，有啥问题，针对今仔日啊，请。我头就十五年上去司马库斯啦，吼。啊，我去吼，是观光客嘛，吼。啊，伫遐过节，啊去讲透早吼，大概六点一点就要出门。行到迄个迄森林里啊，迄下对上，迄大树啊，倒是。爸爸去巴洛。嘿，啊，赶紧到关个去行的嘛，因为要等啊十二点要吃饭，所以来回大概也要做六个小时。毕竟我唔爱行山路啦，啊，第一行迄吼，所以速度袂太紧。但是我有一项物件要甲赵老师请教，听讲伊个司马库斯的遐个青年哦，因为风太了，起码倒去，去捡迄个大东树啊，安尼讲犯着国法。我因为这个代志吼，伫迄个法律层面内底吼，造成很大的困扰。啊，我刚刚咱这番严明会什么会吼，好像都没有在用心关心这种事情啊。谢谢。好，不谢谢。啊，这个前辈有讲到这個，有我伫我迄、那个这个出版的书内底我有写吼，因为安尼问题就是。林务局讲控告因哦，偷窃讲偷摕国家的财产嘛吼，啊因起来控金，但是这控金的过程都会真超一当外啦。不过伊的成果就是讲，行政院是因为因有组织，因有权利，
这个什么原住民的传统的领域是因的关系，伊会使利用，所以后来这拢无做啊，安尼啊，所以这原来就是大家爱去争取，甲咱赶快咱做国家的独立运动，嘛是安尼，爱向国际来一直出声，一定就会成功，安尼。还够无？好，来请恁插张路。这财务村吗？我想讲，我本来是我爱讲话哈，不过看我这杰出学生哈，伊惊讲所做我拢唔知啊。哈哈哈！我知，伊在台中文化行业是足拍拼。啊，伊当初可能二三十岁尔哈。我无啦，是一九九三。我再回家。即马啦，我想迄个时代，即阵你伫文化行业时代，啊伊正拍拼，啊伊甲罗安吼，啊恁家境的我们印象足深的。但是伊毕业了以后吼，我甲来讲啊，你做迄个吼教师会，伊如果讲教师会，吼伊当阵迄个发展是我伫文化里上过，哎，我再讲啊，受教啊，那会去做这种工课，我嘛唔知我哩想去参加这个教师会工课吼。啊！你今讲这個、对我讲，开始一个台湾，即马足少人你讲吼，迄、那个原住民的迄社区的发展的问题，因的文化的历史，像基督教会吼，有一挂吼泰雅族因迄个物件，啊，我泰雅族内底足侪牧师吼，拢参加 URM 吼，伊那边拢爱你要参加去数码故事，啊，伊那边嘛拢准备要去啊，我台湾。一边台湾也袂当去，啊，我一边要去也去，我也是出国个活动，啊，所以我即马一个祈祷就是讲，我希望吼，咱教会吼，咱教会做一个数码故事来遐，啊，你来带队好不好？好，安尼啦吼，啊，所以我嘛，今日咱你咁想，咱原来是吼基督徒嘛吼 ，OK， 你讲就是讲，今日代志你有讲。你真是做足侪困难，足侪困难，但是你有祈祷，吼、哦、啊，所以上帝有听你的话，和你足侪安尼吼，啊，和你足侪吼，你申请吼、哦，申请这个奖学金，就申请奖学金嘛，申请各政府的补助，就政府补助吼、哦。啊，我想这个代志，咱爱继续来关心台湾原住民的文化，因的历史，吼、哦、啊，因的尊严，因的心态。哦、我过去是伫立法委员的时候，我做足侪一款工作，包括个正面运动。本来是宪法内底是讲三包啦，三包哈、哦，立法委员几名，三包变的啊，我们要改做原住民，就对他开始哈、哦、啊，所以我想讲嘛，对原住民的心态，我愿意跟你学习。好、哦，啊，你带队来司马库斯安尼好啊，好，好，谢谢，谢谢。我今天也在上哦，老师们，对，演绎，演绎，哎，对，演绎。啊，教官嘞，哈，那干部啊，这里哈，谢礼，啊个感谢证，啊，牧师来当告别，那这个感谢证，那就谢礼。哇，回来就交谢了，哇，谢谢。来，敬贺你。哦，谢谢，谢谢，来，过来，大家。谢谢。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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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蛮好的。哎，谢谢。哎呀，感谢，感谢，感谢，谢谢。哎，好，谢谢。哎，小张姐，好，小丽哈，一个把咱红黑都等啊。好，那今晚咱呢，这个主要讨论请了牧师，啊，这结束就祝福，谢谢。好。主要说，我感谢你，让我伫这个啊任良总的手下来听见华九局老师
咧讲起司马库斯这个原住民的道路，啊，互阮觉得安尼受益真大，也唤起阮对原住民的负担甲使命。求主你的圣神继续帮咱，哦，蔡老师在伊咧做研究的时，也会当带动更较侪人来关心遮个原住民因的文化甲因的部落，互原住民甲平地会当成做一家亲，也会当合作一个为着台湾共同来努力，互台湾成做新个独立的国家，受着国际的敬重。阮有遮多的敬祝，这拢是上帝你的恩典，互阮成做一个安尼真好啊，有多敬祝融合，会当做一伙大家过和谐的生活。求主你继续引带，互台湾唔干呐是外表是美丽岛，啊，阮的内在啊也是一个啊真好徛起的所在，啊是一个啊美丽的宝岛，啊，互阮每一个人互相的中间啊，会当互相敬重，啊，互相扶持，互台湾继续向前来迈进。阮伫你的面前祈祷感恩，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接下来欢迎大家。刷喽。再数丁零，这个拜拜五啊，暗时啊，开完刀。好好好。我们立委嘛，立委最明显嘛，赶快打扮了。我的电话就是LINE，好，好，好，安尼我再传。